你喜欢朱教？是啊。你没信？朱教他跟我说过，他不可能和同行在一起，两个人都因为太忙了，没办法顾家。这你编的吧？你最好打消这个念头。 我很在意命的这个朋友，所以我不会轻易打扰他，除非你伤了他的心。你已经没有机会了，因为马上我们就要结婚了。